植物大作战。嘿，大嘴，你等着吧，哈哈，上次你输了哟，快小给他看看惩罚是啥。小娃，别那么得意啊，小心又输给我。好了，老大，你的惩罚分别是：一，唱出 Come on the way ABC。二，说完每句话加一句我是美女。这第二点，我要不是女的，这又是要我唱歌的呀？怎么，小外套，被我之前的歌喉惊艳了是吗？我的歌声魅力这么大的吗？大嘴，少自恋了，快点唱完，快点结束。哼。老大，快点唱出来吧。各位听好了。Come on the way, ABC。 啊！笑死我了！小娃，别这么笑啊，很难听吗？嗯。老大，好搞笑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言归正传，进入阵容环节。这期素材投稿来自于评论区，小娃姐先来。这还用想？西瓜呀、啊，那我就是榴莲投手喽。再拿一个胆小菇，剩下的豌豆射手就是我的了。轮到僵尸阵容，由老大先选。嘿嘿，我想都不要想，当然是橄榄球巨石了。那剩下的小鬼里，只能拿热狗小鬼了。忍者小鬼头与小鬼头之间，当然是忍者小鬼了。嘿嘿，不好意思啦，小娃，小鬼头就归你喽。没办法呀，还是看随机事件吧。开始吧，小鬼头。好的，小蛙姐。随机事件如下：一，小鬼家族不崛起，所有小鬼僵尸伤害削弱75%。二，移形换影，有榴莲投手的一方把榴莲投手给对方。三，近墨者黑，豌豆射手削弱成小喷菇。四，近朱者赤，豌豆射手升级成狙击豌豆。五，我不打高尔夫了，橄榄巨石生命值增加100%，防具值为零。六，让小鬼头当电灯泡，大嘴和小娃撒泼狗粮，所有的小鬼头想逃离，所以速度加到100%。老大先来投头子，看在今天唱了歌的份上，给我来个好的吧。我扔，十二，把榴莲投手给对方，这啥手气呀、啊？到我了，我扔。十四，天，豌豆射手升级成狙击豌豆，这换了榴莲投手过来，也不会起太大作用了呀。哎，这就不会要说了吧？好了好了，双方阵容摆放完毕，我们战斗开始。我的榴莲投手和恶魔西瓜一下就被打没了。嘿嘿，小娃，多谢你的随机事件啦，帮我把豌豆射手升级成狙击豌豆。我呀。我呀，橄榄球就是太强了呀，虽然我的热狗小鬼过去了，但是2-1呀。我输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没事了，小娃姐，还有下局，争取赢回来就没事了，别难过了。好了，这期的植物大作战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老大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